狂追了8年的车模，你可别看她现在像个老太太，化妆后呀，真的比明星杨幂还好看。我老公的朋友呀，都羡慕她娶了一个漂亮又大气的车模做老婆，她自己也是乐在其中。我老公说，虽然我长得一般，但是化妆后呀，真的超像她的女神杨幂。其实我化妆呀很简单，底妆一共就2步，第一步就是先给皮肤好好的补补水，第二步就是用上我的美颜神器，这是一款不用定妆可以自动定妆的粉底液，一定要拿一个完全湿透水捏干的粉扑，给它这样均匀的拍打开。来，你看一下粉扑走过的地方皮肤好不好，用它之前呀，咱只用清爽型的水乳就可以了，你的水乳完全的吸收，脸上摸着干爽滑溜，不黏不腻，就可以去上这款粉底了，不需要隔离防太阳妆前乳了，它都是自带的。像我是暗黄的皮肤，我用的就是自然色，如果说谁见你都说你白的，姐妹你就去拍那个象牙色。看一下这边是用过的皮肤，这边是没有用的，给它2-3分钟时间，用手摸着干爽不黏腻，它就自动定妆成功了。你家的底妆是不是化完妆脸都不敢碰，看看咱们的真的超级的扒脸，自动定妆之后呀，它也不会粘咱们的头发丝，不用你打任何的定妆产品啊，也不用担心你的底妆会粘衣服了，防水防汗效果真的绝了。平时咱们爱运动跳舞流汗脱妆姐妹啊，你就更要去用它了，你去游泳都没有关系，出油出汗呢，你就像我这样拿纸巾给它这样垂直的按压蘸掉，看一下脸上的粉是不是一点都没有掉，你再来看一下纸上是不是只有水没有任何一点点的粉。现在给我30秒的时间，我来把全脸的彩妆画一下，这是我完全化好妆的样子，你看我几分像从前，一定要去试一下这款不脱妆可以自动定妆的粉底液，一定要按照视频里边我教你的正确方法去用，你真的会爱上它的，从此以后你都不想换底妆了。